地狱厨房有赖老麦吗？希望有。你喜欢阿福的吗？阿福可以玩，但就比较无聊。要爬分的话，阿福还是不错的。雷克萨，二之一哪感觉？还是我们玩雷克萨 ，Walk 去。六豆，你拉科虫二三吗？嗯，你要玩科虫就是科虫了，要玩你拉就是你拉，你。比较难那么贪心，就是刚刚说玩葛炮就比较玩难，难玩到魔豆嘛。你没有办法又一费三，然后又去跟别人抢斯菲尔，那你要节奏葛豆家。通常就是分节奏的格斗家，或者是赌三的。离你的敌人远点儿，离我近点儿。嗯嗯嗯嗯嗯。刚刚的刺客装备大家要拿什么？吸血吧，每一只不太一样。格雷夫嗜血什么的吧。六豆你啊，吃了猪妹你啊，很好抽，没什么药。刚好没有同行。那个那套牌还蛮热门的。
迷你小英雄加医疗保险，七只一回的话100滴，血魔流。这把应该就那个吧，斗士，反正魔豆一定会放。啊，第二个 C 位要用阿奇尔或者是用尼拉，就看有没有攻吧。这把就是属于不读科虫三了，隐运的斗士。没错，豆豆，反正魔豆拿是基本的。巨虾没了，大剑。双皇冠可以玩什么？双皇冠就是阿福的天下了。可以玩什么？各种酒啊！你七等有九人口，九弟、九叔、九比、九诺、九爱欧。真的 TOC 第一把四支五三加直接开九级半，其他平凡人四支五以后直接暴毙。我怀念虚空的黑暗。鳄鱼要嫖三了耶。前提要两个转职，难度还是很高。阿福是难度最小的，反正那个图就是阿福局了。六等，你都是上九吧，皇冠图你七人就九口了，你要上九干嘛？蛇女跟蚂蚱 C 怎么选？玩克加斯就蛇女好一点吧，你要玩纯虚空蚂蚱再抽。蓝 B， 太令人激动了。蓝 B 现在节奏比较好啊，那如果不拿蓝 B 的话，要怎么办？刚红该拿手套了。
希尔科，最后后面挂个 Silk 吧。有机会重塑就直接把蓝 B 重塑掉，蓝 B 现在节奏还是太好了。要化成虚空之功。或者是黑蛋蛋，边拿边逛，六豆上九，边拿边逛雷克萨三吧，感觉雷克萨三是一个胜利条件，好像没有人在用雷克萨。哦，又一家，这啥？看不太懂。等一下打完这把，我们来看个那个吧，来看个改版资讯。明天台服应该就是新版本。我在想拿魔防还是直接做巨杀，感觉直接做巨杀不错。离你的敌人远点儿，离我。魔豆要火炮吗？魔豆一直都不要火炮，尤其这个版本，没有人在玩火炮魔豆。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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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不是一直都不用火炮了？但这个版本的魔豆不带火炮比较厉害，各种转职魔豆，书转魔豆，豆转魔豆，最强的是德玛魔豆。但如果你近战的话，就尽量带水银。近战的缺点就是会被控，那你就带个水银就好。我问你，这把是斗士的魔豆，所以容错比较高，我就不做水银了。
没有人在玩虚空，很多人在玩术士。没水银可以吗？就有水银比较好啊。啊，没有水银怎么办？点了。没水银，日子还是要过嘛。不用攻速吗？水银有提供攻速啊。俺德玛转的光纳蛇提供了10000000的攻速，还有那只唢呐。整个世界都会沉入黑暗，但诺克萨斯将会长存。巨灾也提供攻速呀。你的装备本质提供什么就很重要。苏瑞玛的飞身，苏瑞玛也提供攻速啊。永恒的时空，喜欢就是未来。这也是德玛这个版本那么屌的原因啊。我每家都有加文。水银，水银 ，Oh no！ 你说水银？好像不叫升等，艾希猪女 AI， 粉身碎骨，我是百炼成钢。艾希猪女 AI， 我感觉这只三不三升才是重点。粉身碎骨。刚那边没有走到水银，好亏哦、喔。二星竹妹，竹妹外面也没有太多张。
后面就可以做携手或 IE 吧。这个场地叫什么吗？你去他人。没踩到水，你直接被控马。好烦。那刚刚这边然后兜转，感觉是我这把一大希望。容错太低了，然后后面我们的上限太低了，如果都是水平就好。爱眼得扣子，那这张他这只角色好像是那个开运全麦，你去他的后面八字城隍有光装吧，确定会给我什么光装。哦，这个图好玩。你拿到的东西能不能用？不能用，下去。啊，我刚刚这个应该要出掉了，忘记我这个要出。这把的身体条件应该是十倍三吧？哪一只可以三呢？主女吗？哦，主女的好像死掉了。哦，豆那边有，主女没人用，主女你拿锤吧。这边好像比较强一点，够麻的呀。一
家暴冲了，暗影感觉不能放出去。哦，惹绕，阴阳鬼摆，那感觉全部站第一排就好了。老子船长随便赢，好像是，还是上九。上九阿船，那我不用这只了。试试看这样子真哇呀哇呀哇！以续他日。人上面补船吗？三二猪女二，以续他的雷兹，然后船，然后烧健康。Oh no！ 哎，差不多要滚了，对啊，那我要买到那个。我的名字就是力量。黑大大。买一下。让我们来看看他们是由什么组成的。烟彩怎么营运？别选。13吧，13、11。看这边。13。属瑞玛的时代尚未到来。
闪逼船长。那减抗是真的烦，还是低不到减抗，大头就走不掉。感谢紧张的老哥的，你看完了？有船长。我的无闻之地将成为至美。你给他吧，我们要给船。为什么他有一个恶心魔豆？好的啦，宝贝，好的啦。我应该早几年就离开故乡。我将杀掉你们所有人。哦，李谢，班长你退休喽，恭喜。比尔吉沃特，你的国王回来了。恭喜退休。安安呢？这就是边逛边拿。我想睡觉啦，晚安。一生挚爱，晚安。为什么雷兹要离开那边？也许他的雷兹跟之前的土龙一样，他开大会给周围的队友双抗，然后会有击飞，然后